这么大个家，怎么连个人都没有啊？微微，在找什么？用不用伯父帮你啊？他管我叫微微，难不成他是季洛洲的爸爸？伯父，我想和洛洲解除婚约。什么？是不是那个混小子又欺负你了？跟他说过多少次了，离那个庶女远一点，他就是不听。伯父，他现在心根本不在我身上，我们两个人勉强在一起也不会幸福的，还希望伯父可以成全。不行，这婚约是我和你爹亲自定下的，不可更改，你回去吧，我去骂那个混小子。伯父，你看你身体又不舒服了，快回去休息。可是伯父，我……不要再说了，快听话。好吧，伯父再见。伯父早上好。嗯，坐。洛州，微微生病为何不贴身照顾？父亲，我不想去蒋微微，我想娶的是碧云小姐。混账，婚约岂是你想修改就修改的？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？父亲，我知道父命难违，但我和碧云是真心相爱啊。一派胡言，不用说了，你死了这条心，择日与微微完婚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头好痛，好晕啊。哎，微微，快去叫人把微微送去医馆。